饭店第五年圣诞双舞会，铁运一海尼九月二九日结团，无问题至马拉加永转点历史会，正路主老中民副路主柯彩云，中国华藏安，中国漳州进化宫南势安，中国下岗龙珠店、关旦西营店、兼理事及坛前全部同仁，自年五祖头家及祖善信等，敬以香花、水果、生礼等仪，恭祝本店慈二夫人圣诞间亲奉牛王千岁，亲寻慈虎王爷，亲命白虎王爷、朱虎王爷、温虎王爷、李虎王爷、天上圣母、中军都督、场官爷、福德正神、中坛元帅、孔舍人、齐天大圣、慈二夫人、十二路元帅、三十六天君、七十二地将、慈文大公子、慈武二公子、慈通三公子、虎爷公、地主公、大富伯、二富伯、慈大夫人，故为圣恩浩荡，广庇世景，向善信尊崇，奉祭千秋，切连天师苍生，知节为民，一年所葬，威神温有志，浩大无由，为主主业神圣，起地开宝，以圣训十章，勤修献善德，以报神恩，厌化大悲心，扬大教化，度一切苦厄，救一切苍生，祭佛圣诞千秋，恩诚教化，勤身蒙沾法语，持银广笔，愿修善果，其事先香秀富金上古文，马六甲涌泉殿祝福来拜上拜。